为着表彰着胡彪清的伟大，同时体谅胡彪清平常时啊辛苦的付出，也来感谢着乡内一众公众事务的民众。嘉义县欢乐乡公所伫咧二号透早，在民和国小的礼堂举办着今年度模范父亲、模范母亲、好人好事代表和热心公益人士的表扬活动。除了伫咧会场点赞，每一位受到表扬的民众贺电阁有礼品，同时嘛安排着一场温馨的宴会，表达对着整体受奖人的感恩。乡长林清根表示，番路山区生活是非常不简单，因为每一位父母的刻苦耐劳，才会使守护平安幸福的家园。伫这个温馨的八月，特别感恩每一位守护家庭的伟大父母，每一位守护番路的好人好事代表，还有热心人士，希望透过表扬活动，唤起社会大众感念父母恩，营造社会祥和合作气氛。今天欢乐乡公所在民和国小的礼堂办理，模范父亲、模范母亲、好人好事啊，以及热心公益的表扬啊。今天也刚好疫情的关系，很难得就是模范父亲跟模范母亲一起表扬，才不会在颁奖的时候会说老妈妈好、爸爸好啊。今天好像取得一个平衡，也很开心啊。还有就是在我来到欢乐乡的时候，我婆婆跟我讲说，阿妈婆就是一对手，在我们欢乐乡务农，大家都知道说一对手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先生在喷农药的时候，太太就在旁边拉线，才不会让那个线去绊到了，影响先生在喷农药啊。今天就是也期许我们这么好的模样，能够就是因为父母亲的好模样，才能够让小孩子在父母亲的谆谆教诲之下，才能够在社会上有很好的成就。啊，也期许这个好榜样、好模样啊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，让这个社会更祥和。一定有张明达夫人黄琼贤嘛，活跃为人子女，热爱尽孝同下，只是报恩来尽孝。有时间应该爱到陪伴父母，教因共享天伦之乐。也感谢默默地欢乐乡背后无私守护奉献的热心英雄，并且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亲身体健康。谢谢新闻中心欢乐乡采访报道。嘉义优先这个品牌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，有品牌就有责任。我希望能够带有嘉义农产品的识别性跟辨别性，还要负责生产出最安全的食物给所有的人消费。像上次县长带领我们去那个国道贩售，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们，会找你去设柜啊？会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对对对，很荣幸，对你们帮忙。我最近听到一句最感动的话是什么？说县长，要是台风来的话，我们就赚了。他们就在想说，我怎么克服？当别人没有办法，我有，对，就我们就赚了。老一辈啊，种田的人他们不太计较成本，只问你种出来的东西，你的品质是不是能够给消费者最好的东西。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嘉义的农业、渔业跟畜牧业最好的传承，就是嘉义精神。这个传承的责任就在你们的身上。